哇哦！嗨，各位啊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，昨天我们从淄博回到了重庆，今天调升高了两个菜来庆祝一下。这是今天中午弄的炖五花肉，12点钟开始蒸，蒸到现在2点钟了。哎，我饿得不行了。就是点了一个外卖，点了一个鱼香肉丝，然后顺带加了份饭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先吃一个，看看这味道咋的样。哇！这味道籽儿一下就上脸。太好吃了。还炖了几个香菇进去，尝尝。香菇完全把汤汁吸进来，又趴又香，哎呀，好吃。咋着你尝尝去。咋着你。再搞个鸡蛋。完全趴下来。太好吃了。